全军出击。我在哪里对抗王陵，哪里就是家。抠一下，啪啪，抠的什么东西？这是点点抠。抠一下，英雄永不迟暮。马上升，一上来啪啪抠。路过路过。你换弹的时候，要不要我等你一会儿？抠一下，啪啪啪，一上来啪啪，点燃啪，闪现啪。只要啪抠一下，啪啪啪一下，靠，没双杀，有点拉。也去找他去。有人说是魔法，要我说是枪法。 A 法法呢，一上来啪啪抠。嗯，怎么往右走了？哎呦，你给他拉下来，点抠啪啪。这个抠，我跟你们说，这落手的抠就很明显啊，他就不会一抠必中。我建议你们可以学一学的一抠必中。让我不得安宁的不是一上来啪啪啪啪溜啪啪，还好。你挺过分啊，你挺过分，我发现你别没完没了的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去不了，我这么点血去干啥去啊？送死啊！我总是会给自己留一颗子弹，以防万一。你也不来，你说？那人家来三遍了，你一趟也不来。等我们打完了，哎，你去找人打去了。还他妈中单咋玩的呢？我操了！我打个中单打俩人，我还杀一个，你说我咋玩的？等他们全都死透，还问我中单咋玩的？咱咋玩的？正中靶心，枪
溜了。你说这卢仙出不出海妖呢？来个海妖吧。你凝视黑雾，黑雾也会凝视你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卡特琳娜不见了，但我估计卡特琳娜可能没有去中的机会，不是去下的机会。啊，他去上了。他俩我估计可能能一块来，就这蓝枪跟卡特。啪啪扣一下，遇上来啪啪，闪现走。这蓝枪的位置来的时候为啥没看见呢？是瞎吗还是怎么回事？他到我面前我才瞅着他的。还有这蓝枪，我他妈的，我就今天我就发现了啊！我不杀你是不行了，这是太欺负人了。他咋的呀？没完了！人这么多吗？这波没杀俩，因为卡萨搁旁边。哎呀，好烦呐！我们现在可能不一定能打得过这卡特了，我感觉。如果我倒下了，走吧。那些混蛋全都要给我。干哈呢，老子啊！没的队友啊，不过也不能赖这俩人，这两个人确实是 poke 流英雄啊。但怎么就支援就这么慢呢？那卡特现在能有800块钱赏金，
我都不知道咋玩的。那有伤害吗？怎么全是人呢？为什么杀不完啊？操了！杀一个来一个，杀一个来一个，杀一个来一个，哎呦天，杀不完！我也得来个收集者了。或许还是忘记更好。快走快走，上路去了，我不支援了，我发现啊，我不去了。你们不是爱赶客吗？我把你中路塔都给你拆了，那卡特他妈补了45个刀，你能不能来趟中？我就发现了怎么回事，就我这中路就是怎么的，就是中路不是你兄弟，就在这打龙，你打个屁呀！那人家都过来了，还在这打龙，那能打掉吗？你不过来跟我一起，你为啥不来呀？这皇子干哈呢？这半天。那卡特能杀不？哎，卡特还杀不了，真鸡巴气人！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啊？真难玩，还要打蓝，你要那蓝干哈呀？我操了，你是不是不玩了？别生气，蓝脸汉，他傻逼属于正常现象，他不傻逼怎么能是菜呢？对吧？别生气了，你看啊！别生气，他傻逼是有道理的，要不然怎么是傻逼呢？我在中路没见过这人，卡特补50个刀能杀6个，就我这中路是英雄。我往中路一站，那皇子就是没有我这人，你知道吧？可能觉得我没用，第一枪为的是我们从事的岁月，第二枪。回家了，支援我也不支援了，我去哪呢？人家家人永远是比我们家多的，咱去了也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去了也是死，不合适，不去了。4-6有什么用？没有什么用。
我在直播间的作用只能把你这种傻逼给你封了，在其他的我也没啥用。幸福是他们的，我最大的渴望是安宁。又这么多人，我真不知道我有啥用。对面打野啊，无限往我中路跑。我们十一级，对面卡特十级，我压了他妈50-60个刀。俺们家呢，皇子去上路干克，皇子去下路干克，干克来干克去，人家八级，对面蓝枪十一级，人家落手九级，瑞文十二级，我都不知道我有啥用。你觉得我有啥用？真是不能玩这种这无仙这种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种 AD 英雄啊，太脆，战斗能力太差。在那拉人，笨。瑞文要一打五啊！这是为你好。真不靠！爬起来，干嘛？我这辈子最勇敢的一件事。把我平 A 死了，居然有平 A 这种技能，可恶！就我刚才想反杀的，你知道吗？但着实是有点想多了，虽然它是个辅助。没点血统这把，这抠给你抠的，你的 E 呢？换了他得了，我瞅着就烦，给他换了得了。塞纳挺烦人，老跟我面前晃。虽然说是晃他，是换他是不应该的啊。我们一中单换他辅助不合适，瞅着烦。想来想去，还是给他换了得了，膈应人的。受不了这气。把西兰刀无尽做了，我们来个春哥，这伤害应该就够了。换掉了，这么点血你都换不掉啊！
他160护甲没打动，看来还得要破甲呀，这蓝枪打不动啊。这蓝枪又出啥呀？我得出点什么能干得过这蓝枪？咱们现在得想一下，要不然就不要防御装，那春哥咱就不要了，就直接就无尽配青雨。哎，收集者其实可以不要。一会儿收集者可以卖了，这个东西意义其实不算太大。他们家有视野，我们那里没有视野，我没点血统，这把我没点血统，没有吸血，我有吸血能好不少。满血皇子，大家不要怪他，这很正常。没办法，你说这两个前排不上去
先手的我们也没招儿。打这个呀，你说我就纳了个闷儿了啊，为什么就是人家家卡莎能在我们家，能在我们家门牙塔给我杀了，而我旁边一个人没有，就这个地方他都能把我杀了然后跑了。你要说他把我杀了吧，杀了也倒行，你说杀了再跑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，这真难受。我出个饮血剑吧，哎，我想出青刃，这么的吧，我把神话换一下，我换个盾弓。哎呦，太脆了，这没有吸血啊。换盾弓吧，我把盾弓换了。真得换盾弓，没有盾弓没有吸血，我续航不够用。虽然伤害少一点，没伤害盾弓，不是没伤害，这人啥也不说了，理解一下啊。